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今天算是在家歇了一天，因为我们昨天晚上到的嘛。今天礼拜三，正好赶上限号，在家又休一天。今天晚上我老公说想吃火锅，他带着孩子去买肉去了。我先收拾收拾，一会儿我哥也来，因为昨天晚上我们把车开到这边来了，他一会儿来取车，然后顺便在我们这儿一起吃个火锅。我先把碗清出来。一会儿让他吃点肉啊，好不好？啥呀？猫呀。猫。还是那个猫。奶茶呀。布丁。你。你那个饮料。要了。哎，舔完了吗？舔完了。我自己也炖了。啊，自己炖的是吧？行。西瓜。西瓜行。西瓜。稍微炖炖行。炖个汤。对，炖个汤。小猫就来了。嗯。闻见味儿了没？还没开始做了。等会儿让它吃点。耶，没有放料。里头放点啥？嗯，放点泥呗。来，我来。嗯。就放点鸡油就行了。盖着锅盖儿。嗯。然后撇撇膜。青山五号是吧？啊，谢谢啊。速度太快了。这菜细，我弄吧。这羊肉行吗？看看这肥的羊肉，非常好吃，好吧？行。香。等大哥来了之后再端回去吧。管活不管。再稍微炖一下呗。麻酱端回去，加上锅端回去。干啥呢？画画呢。画的你们学校啊？不是啊。饭也齐了，就咱三个，估计吃不完。丰富，太丰富了。丰盛，饭要用丰盛。啊，丰盛，啊，太丰盛了。对。啊，吃完这一顿，明年。该干啥干啥呢，好好看。啊，这猫怪得劲儿，不知道。还给它爬出来吗？啊，还给它弄块肉。弄块肉呀。这猫可馋嘴。不是的。开锅开了。多多。谁来了？咱们肯定。不来说话、啊。你看你自在的。来，吃吧。慢点啊！来，别狠，明天好好干啊！明天好好干，休息够了。来了北京想回家。对，来北京。家里想来。